我的世界创意无限，建筑模型思维不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条哥。有不少粉丝留言说，辣条哥能盖个别墅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不知道我最擅长搬砖盖房吗？哈哈哈哈，我们主要用到石英和丛林木板，你也可以选择用其他木板。先放五个石英，然后是四个丛林木板，再放三个石英。这里围出泳池的形状，木板的地方是门，这里木板我们让它高10，其他石英墙高9。木板往外再多出一格，然后木板上放上楼梯和中间做个造型。上面我们直接留出窗口好了，我们的正面房子看有点窄，我们在一旁延伸两个石英，这里安上玻璃，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墙扶起来。木板这里依然是比石英突出一个，把上面留上窗户，房顶都封上。我们来到室内，给房子地面铺上丛林木板。挖一下泳池注满水，来给房子开窗户了。这里我们做成大玻璃窗。在室内安上楼梯。再来装饰一下外面，门口放两棵树，铺上石板路。这边我们铺上石头，做一个休闲场地，光显得我们的游泳池小了。我们延长两格好吧，这里用栅栏做柱子，阳台也扩大了。我们把门这里再修改一下，这样顺眼多了。房顶放几块玻璃，增加室内光线。来整体看一下我们的房子，这里再搭上两个石英，一个现代别墅就建成了。内饰我们下次再做，小伙伴们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喜欢这个别墅吗？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房子或者模型，评论出来，辣条哥给你盖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请关注搞笑辣条哥。